你怎么会这样？我没事了，我没事了。不要再弄了，不然等下换你中暑住院了。我没事，你不要管我了。反正你跟他结婚是结假的，何必问他把自己弄得那么累啊？哎，你真的很奇怪，以前说什么你都不肯回月村，结果你现在为了避国建去跟米妮吵架，还下田晒太阳。你是不是喜欢上他了？ 马威海，你把这句话给我收回去哦。我只是在帮他整理盐田，这样就叫做喜欢是不是？那如果是我，我会做同样的事啊。所以你现在这样帮他，难道不是喜欢他吗？这跟喜不喜欢没有关系。喜欢一个人就是要替他做所有他想做的事啊。又不是每个人都这样。我就是这样啊。 从小到大，只要你喜欢的，我都喜欢。你讨厌的，我比你更讨厌。任何人都可以欺负，就是不准欺负你，因为我会保护你。你说你想一个人去看看外面的世界，我就在这村等你啊，因为我知道有一天你会回来。就算你回来了，还跟别人结婚。 可是我还是很喜欢你啊，你知道吗？我还是很喜欢你。那又怎样？你喜欢我，我就一定要喜欢你，是不是啊？如果人生可以这么简单，我今天还会在那边踩你那些烂泥巴吗？从小到大。 除了村长公还有我妈之外，对我最好的就是你啊！你比我在外面遇到的每一个人都还要善良，还要单纯。我知道，我如果真的能够喜欢上你，那或许幸福就会变得很容易。你是我的好哥们，我的家人。 我一起长大的朋友，可是你就不会是那个我会想念的人。对不起了。干嘛对不起呀？ 刚刚那些我都只是随便讲讲，开玩笑而已。干嘛那么认真？喂，这个饮料给你了。我先去上班。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你好像喜欢上他了，你最好想清楚，他小的时候是怎么对你。